如果女生问你在干嘛，你怎么回？我就实话实说啊，德哥，我就说我在打游戏或者在外面吃饭吧。大错特错，女生来找你，难道就是单纯的来问你在干嘛的吗？你这样直接回答，不仅会让女生呢觉得你这个人很无聊，后续的聊天也不好进行。这样的对话多进行几轮之后呢，你和女生之间擦出这个火花，哎，都有被你浇灭了啊！记得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今天这个视频，我就教会你们如何一招和喜欢女生增进感情。你看啊，我们先循着寻常的这个思维回答，在跟美女聊天。我们先引起女生这个好奇，同时呢，也来看看她的一个反应，看她会不会好奇，会不会吃醋，也好筛选出来你在她心里的一个地位。你看啊，这个女生就问了，啥时候加的呀？好奇了，德哥。这就已经让女生感觉到恐慌了啊。我们需要的就是女生的这个进一步的追问，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不要着急去否认，推拉嘛，对吧？只有推拉的这个效果足够好，拉才能够期待意想不到的作用。咱们这么回啊。我不知道怎么回美女消息，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吗？哎，这个时候咱们将这个话题再往深去引导一下，进一步激发起来女生这个好奇和探索欲，看似是在跟女生寻求帮助，其实呢还是在试探女生的这个态度和想法。你看啊，女生这个时候就回了，想什么办法你们聊呗。很明显吃醋了吧，兄弟们啊，一定要注意，这个时候咱们的试探就应该结束了，再推可就真的把这个女生越推越远了啊。所以说聊天的魅力就在这儿，讲究的就是一个张弛有度。你看我怎么回啊？美女在问我在干啥，直接戳破跟女生一开始的这个提出的呼应起来。女生这个时候呢，惊喜和意外是不是就能效果加倍？这个时候一般呢就能够直接反应过来，哎，然后呢感觉到惊喜和意外了。你看女生就回了，哈哈，你这是在说我吗？嘴巴这么甜，很成功啊，哥。但是呢，不要觉得这么做很难啊，其实一点都不难，只要把握好推拉的这个度。就能够轻松拿捏你的这个情绪和聊天的氛围。如果你不懂得在感情中营造利于你的一个情绪，不妨45666，我送你一份聊天管理手册，里面呢有跟各类型女生的一个聊天全流程，包括如何跟女生拉伸关系啊，调动情绪啊，提出邀约，照着聊你也能聊个七七八八。但是啊，不要觉得聊天到这儿呢就结束了，咱们还差最后一把火，这还不够撩啊！女生不是说咱们嘴巴很甜吗？哎，你看咱们这么说，还不是怪你吗？一想到你吃什么都是甜的，你以为我愿意啊？哎，你看女生就回了。哈哈，太会撩了吧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哎，目的达到了吗？这不就是一次很成功的聊天吗？比起来干巴巴的回答干什么啊，效果好一万倍。不会聊天找德哥带你轻松上台车。